你淘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发财啊！大多数淘金客都是为了改变命运。我这辈子除了淘金，我不会干别的。林若香，你也只能信我。 我也只是个自私。你们这些淘金客，就和赌红人的赌徒一样。在这里，无人会不畏惧你的干爹吧？如此残酷，不像我。咱俩活起来，吃点木子糊。 跟我们一样，为了一颗金子，我的一点人样都没有。金子杀不了你，欲望才是最疯狂的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 要是人真没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，我一定要找到。没有你哥，我没法活下来。队长，你交代了，还多。你说是贪心还是命？贪心也好，愚蠢也罢，我必须活下去，但不是为了金子。 都是靠金吃饭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。